程式不多，那、啊、蛮常用到了。删除列的话，一定是有个范围啊，然后里面的话一个逻辑判断，判断什么呢？如果这个储存格假如日期两个字，就把它删掉。哦，啊，以后的话可以沿用在别的地方上面，大致上就是这样逻辑哈、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需要做那个复制日期的动作了。啊，其实因为我们下载下来的东西哦，它会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？把那个这个日期部分呢，它只放了年，但问题是哦，我需要年，还要月，还要日。所以需要怎么做呢？需要把这个年哈、哦、加上下面的月日，但是又不要前面这个、哦、你会发现它下来的东西好像有点问题。我刚刚显示错误是因为哈、哦，你会发现呢底下2012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到2012以后的2019哦，你会发现2019下面这个储存格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放2012，所以显然哦，我们要的资料是怎么样？我们要的资料哦。是需要什么？把它原来日期里面的年留下来，然后呢，再去跟它下一个储存格的月跟日、哦、把它做串切。OK、哦、也就是说年，然后再加上它的下一个储存格的这个什么月日。那当然呢，有几种做法，你把它当把这个资料当、啊、日期看待的话，一个方法；要不然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什么把。这个资料当文字来看待，那文字看待的话呢，基本上哦，你可以算第几个字啊？比如说这个是从这个资料里面的第几个字呢？从第五个字，一直到后面哦，五六七八九十，第十个字。OK 哈、哦，哎，你就把这个资料跟前面资料把它串在一起，那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原来的位置。可是问题这程式怎么写哦？跟各位讲一下。程式如果有些程式假设你不会写啊，你可以检视里面有一个叫做Ctrl G 有没有即时运算视窗，那你可以先在这边做练习啦，如果你 OK 再把程式这个写成什么回圈，这样有的时候会比较不会出错。那所以哦，其实你会发现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即时运算是我要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储存格，放哪里先写啊 ？Sales 这个储存格的话是第几列呢？第二列的 A 栏啊，里面的话呢，请你帮我把什么，把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我原来的资料，原来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啊，2012 ，and 串接，串接它下一列，下一列的话怎么表示？就是二加一列就好了吧。第三列，但你可以输入3啦、啊。如果将来程式是应该加一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的第五个字以后，你可以有个序叫 mid 这个函数呢 ，Excel 里面也有 ，VBA 一样哈、哦。第五个字开始，所以逗点到那第三个参数是要几个字？那其实跟各位讲，如果后面的字全要的话，我打个99就好了。99意思哦，全部都要了，那、啊、你就不用算几个了，因为你还要算什么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十个啊，别人你这边当然你可以输入5，应该是5个字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啊，应该6个才对。我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干脆打一个大一点，你可以打个10、20都没关系啊。不过我习惯打个99，意思就是全部都要了。OK 哈、哦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或者说你把这个。那再按 Enter 执行看看，如果你 Enter 执行哦，结果是你要的话，那就表示说它把后面这个东西帮你串到这个储存格里面了。好，我们 Enter 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 Enter 过之后哦，它就把这一段程式帮你执行过去了。那这个叫栏宽不足，把它拉开看看，如果拉开之后呢，结果是我们要的，哎，那表示这样的一个逻辑是没有错的。可是问题来了。我现在只有跑一个，可是我下一个，哎，它之间怎么样？有个规则性哦，都间隔多少？间隔3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哎，这个是2嘛，然后再间隔3就加3 ，5，再加3变8。所以哦，如果说我要每个间隔3的话，那你可能要想到一个函，有一个function哦，叫做 mod。当然 ，mod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，这个 Excel 里面也有这个 mod 哈、哦、，mod 就是求余数啦。
如果它的余数啊，假如为多少的话，如果每三个的话，你就除以三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程式怎么写啊？假设啊，如果你希望把这个带到这边来的话哦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基本上哦，你可以一样嘛，写一个这个叫复制日期的一个 sub， 然后呢，程式的写法这样啊，我一样嘛 ，for i 等于二到最下面一点，所以啊，其实你可以讲拿上面来改 ，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。然后再来做什么呢？就是把刚刚这个公式哦带到这边来就可以了。那可是哦，我接下来如果这样写的话，假设这一段哦全部都把它改成，假设我把它贴上这边把它改成 i 的话，那它会变成怎么样？它每个都做一样的事情，有没有？这边变成说那变会多做很多事啊。当然如果你现在哦这样做，会变成每一个都帮你做串接后面的东西串到前面去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两个不用做啊，只要做这一个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写呢？一样做一个逻辑判断，判断什么？如果哦那个 i 列的资料哦，假如是除以三之后，你可以 mod 三等于二的话，然后再做 then。什么？然后 end if， 啊，这边的话按一个 tab， 你想说为什么 mod 3等于2啊？其实跟各位讲哦，有没有？刚刚有看到一个规则嘛？如果是2有没有？二除以3余多少？余2嘛，对哈？啊，5除以3余多少？还是余2嘛？有没有？8除以3余多少？还是余2嘛？所以哦，它有一个固定的规则。就是除以三之后余多少，余数都是固定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了吗？让它执行。如果没有不是的话，那就不执行。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这样 OK 的话，不过你们看云端哦，我除了习惯写这样之外，我另外一个写法，我习惯是一定先把它减掉，先把减二之后哦，减二 i 减二之后哦，我再去怎么样，再去除以三。余零啊，我习惯写成这样啊，但两个写法都 OK 哦，没关系哦，反正只要确定是那一列是我要的，那我就执行看看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看一下，如果现在是，假如是第二列是余二，所以它就执行。这个刚刚跑过了，跑过，所以刚又跑一次啊，没关系，这个，然后再来下一个的话，下一个跳过，再来的话呢，第五列，所以哦，如果 i 等于5的时候。那这个要做，所以做我们来看一下执行，它把下一列的月跟日的字串跟前面的年串在一起输出 ，OK， 这样就 OK 了哦，啊，其他都一样，所以呢，瞬间全部通通都完成了 ，OK， 好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，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先练习，叫即时运算视窗，检视里面有一个叫即时运算啊，然后再把。这个复制日期的公式把它结合过来，那画面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。